呢款枪战网上游戏面世一年以嚟，仍然系其中一款机迷力捧嘅作品。最高峰嘅时候，试过有10000个玩家同时上网对战。要赢到机迷嘅口碑，游戏软件商认为宽频速度系关键。因為可能舉個例子話，大家一齊開槍遊戲嘅，即係開槍玩呢個遊戲啦。咁可能你見到我，我見到你，大家一齊開槍。咁但係如果因為個 network 有個delay 咗，有個 latency， 咁可能變咗對方開槍遲過我，但係可能因為我個 signal 傳唔到上個 server， 然之後斷咗線喎。咁譬如佢俾人殺咗，咁其實個玩家會即係會覺得好嬲喎。我哋都睇自己係一個 service provider， 咁我哋都好重視玩家，即係玩我哋個 game 嗰個過程，其實開唔開心啊？为了令玩家上网打机时画面流畅，出招可以得心应手。公司一年前陆续将六款游戏作品的程式放上可以提供上下载对等极速的光纤宽频网络服务供应商的伺服器。一条光纤去到你屋企是1000 Mbps， 即是我哋讲嘅一击到户。所以你想象到咧，你可能打游戏，你打枪战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人100倍咁快。當佢哋發展佢嘅遊戲嗰個設計嘅時候咧，佢唔需要再有顧忌，究竟喺個集頻網絡嘅環境上邊咧應該點樣設計？咁佢哋可以大膽啲，而個遊戲嘅設計咧都可能係多元化咗，又或者個趣味性咧係因為頻寬個速度咧係高咗。喺極速光纖寬頻網絡嘅支援下，遊戲軟件公司仲諗緊提供網上增值服務。你不需要落街噶啦，你隨時買我武器，你可以直接去網站度，可能就跟呢個帳單標零，即係個網絡公司嘅帳單標零就可以俾到錢。咁我諗呢兩樣嘢如果結合埋嘅話，咁其實對我嘅玩家玩 game 就更加順利啦，因為佢唔需要落街買點數，佢就咁喺網上面 click 就可以即刻買到點數啦。